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开箱的这一款呢也是富拉的 Bella 包款。上一次呢给大家开箱的呢是 Bella 的链条包，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款是带手柄的。这款包款呢和我们链条包是一样的，是这种方的搭扣，拧开也是一样的，摁其中的一个方扣可以打开弹开。然后呢整个包包呢它是一种风情款的模式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很漂亮。然后后边呢有一个夹层，我们可以呢装一些随手可以方便取用的东西在后边。底下呢也是这种风情褶，然后呢带有手柄。这一款包包呢原价是418，打折买下来最后加税呢180，到手还是非常划算的。这款包除了有这个手柄以外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是有手柄的。除了有这个手柄以外呢，它还有一个肩带，我们可以看到是这种可以调整的这种肩带，可以斜挎背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容量。包包里边呢分有两层，然后呢在里边这一层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旁边它还有一个夹层，可以放一些随身物品。然后在前边呢，前面这个夹层里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儿分有两个口袋，一个小口袋一个大的口袋，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中间呢有一个拉链的口袋，我们可以放一些私密的物件，可以放在这个里边。这个是富拉的使用说明小册子，我们放进去。然后在这个整个皮面，富拉的整个皮面是这种荔枝皮的，很耐磨。然后这个里边呢，这个是麂皮的，手感非常好。在这个搭扣上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富拉的 logo 烫印，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款包包呢可以斜背，也可以呢手拎，可以斜背，可以手拎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容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手机放进去毫无压力，甚至可以竖着放，手机竖着放都可以。然后长钱夹也是可以放进去的，我这是一个卡包。然后呢车钥匙、免洗洗手液、护唇膏等等，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放进去还有非常大的空间，日常上班通勤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一款包包呢用肩带可以斜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上身效果。斜挎刚好是在腰间，长度非常好。然后呢也可以调整肩带作为单肩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，把它缩短一点。作为单肩背刚好是在腰间，调整了长短之后刚好是在腰间。好，如果不斜挎或者是单肩背的话呢也是可以手拎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手拎的效果，也可以呢把它挎在我们的手臂上面，挎在我们手臂上面，也是非常优雅的。这款包包真的是非常好啊，性价比非常高啊。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包款，富拉的 Bella 有手柄的带手柄的包款。
这款包包呢，除了多了手柄以外呢，容量也更大了，设计的是这种风琴褶的这种包款，很优雅，不仅呢可以斜挎、侧背，也可以呢手拎或者挂在手腕上面，是非常多功能并且实用性非常强的一个包款。原价是$418，现在呢年终打折，最后到手呢加税是$180左右，非常划算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好，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们呢，可以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